2月26号凌晨，高通在美国圣地亚哥总部正式向媒体展示了他们的第三代 5G 解决方案——骁龙 X60 调制解调器及射频系统。骁龙 X60 采用全球首个5纳米 5G 基带，功耗更低，性能也更强，可以实现最高 7.5Gbps 的下行速度和 3Gbps 的上行速度，以后你的固态硬盘搞不好没有网速快。不过呢，高速数据的传输只是一方面，骁龙 X60 所带来的重大变革是通过一系列技术首次实现了毫米波和 6GHz 以下频段聚合，以及 6GHz 以下频段 FDD 和 TDD 的载波聚合，从而使骁龙 X60 释放了 5G 的真正性能水平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用的 4G 网络主要工作在 2GHz 左右的中低频段上，而未来的 5G 呢，则将分别部署在 6GHz 以下和毫米波频段上。这些频段呢，就好比是信息的高速公路，车道越多，路面越宽，网速也就越快。而载波聚合的意思呢，就是同时利用两条甚至是更多条的公路，让手机在多个频段上一起传输数据。如果这还嫌不够，高通还有 DSS， 也就是动态频谱共享技术，可以将现有的 4G 频段用于 5G 的部署，帮助运营商快速的部署 5G 服务。解释一下呢，就是如果基站感觉到自己的 4G 用户数量不多，带宽资源很充裕，那么 DSS 就会把一部分频谱资源共享给 5G 用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 4G 车道没车的时候，也让 5G 用户过来蹭一段。载波聚合和 DSS 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在有限的频谱资源里面尽可能的压榨传输性能的极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问题就来了，从 2G 到 4G 一直以来，每个国家的每个运营商用于无线通信的频谱都不一样，调制方式呢也不一样。现在呢又来了个 5G， 那么频段就更多更复杂了，要想一台手机走天下，还要能载波聚合，这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。如果我们把无线电信号比喻成一根根线的话，我们的手机就生活在这样的一坨线堆里面。不仅如此，还有 WiFi、 蓝牙、 GPS， 甚至完全和通信无关的电磁干扰。那么为了把有用的无线电信号从杂乱的电池环境中分离出来呢，高通面向 5G 4G 终端推出了最新的 Qualcomm Ultra SAW 射频滤波技术。具体的实现原理很复杂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帮助手机把发射和接收的无线电信号从不同的频段中分离出来，更有效更严格的把没用的干扰信号过滤掉，这样一来呢，可以消除射频干扰和衰减，提升终端性能，保证信号的强度和稳定。目前呢，骁龙 X60 已经覆盖了全球所有运营商的主要频段及其组合，最重要的是还支持聚合全部主要频段及其组合，真正的做到一台手机走遍全球。据高通消息，骁龙 X60 将在这个季度向各大厂商提供样片，而最终的真机预计会在2021年年初上市。除了骁龙 X60 之外呢，高通还向媒体介绍了未来他们在 5G 上的更多布局。去年骁龙技术峰会上发布的骁龙865 5G 移动平台、骁龙 XR2 5G 平台、始终在线的 5G PC 计算平台等产品呢，也在逐渐落地。高通在现场演示了一个典型的 AC PC 应用云计算，这位工作人员正在用的呢，是一台搭载骁龙 8CX 的 5G 移动 PC， 他正在剪辑这个 4K 视频呢，并不是在本地剪，而是通过 5G 连接到云端的服务器来完成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把你的电脑主机放到云端，你身边只剩下鼠标键盘显示器，而这些东西呢，是通过 5G 连接到远程的主机上的。这样一来，就算你没有昂贵的图形工作站，也可以剪 4K 视频，买不起2080Ti 也可以玩 3A 游戏，轻活本地就能干，重活交给云计算，你只需要交一点网络流量费和租服务器的钱就可以了。从这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可以感觉到呢，高通在 5G 方面的布局可谓是雄心勃勃。截止到目前，全球已经有超过275款采用骁龙 5G 解决方案的终端已经发布或者是正在设计当中，其中包括智能手机、 CPE 产品、 5G PC 等等。而基于骁龙 5G 平台的网联汽车、工业互联网终端等新的产品形态呢，也将很快的和我们见面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 Zilla Here 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